这个上面还是缺货比较多了，吃的，黄瓜，然后有这种肉，熟肉制品，有这种，所以还是比较缺的比较多。Ham Black Forest 6.388，这种熟肉，披萨，大的披萨回家一打就可以吃了，4.57一个大披萨，方便吃，8块一个。然后这边是 cheese，这是汉堡包，汉堡包一个，汉堡包，然后2.55可以吃了。水果，美国人主要是不会做，他们都得买这种现成的货，现成的。这 family size 这种，然后这边没啥看，这边直接就是面包了。直接就说到头啊，面包1.98块，中国人也不爱吃这个玩意儿，美国人喜欢吃，美国他没啥，所以他为啥觉得中国那个食品，为啥觉得那个中国的食品都是美味的，都是人间的美味的，所以。这都是甜的，甜食。Twice cake 都是太甜了，太甜了，所以就是容易引起大家的那个长胖、发胖。你看这东西都是多甜，一个比一个甜。小 cake 饼上面，它这种糖是不那个。糖是不叫什么，没有添加剂的，没有添加剂的，就是太甜了，尝的让你受不了，甜的受不了，这种 cake 多么的 cake， 所以这也是一样的 cake 饼干，各种的颜色。多少钱？5.94，各种 cake， 这也是 cake。然后这种还能够吃点，上面有葡萄干啊，有啥东西？这个好像可以吃，9.98。是，刚才外州的朋友打电话，说说他们有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就回国避疫了，回国避疫了也是一种选择呀。然后问问情况，山火的情况，新冠的情况，所以觉得美国这个防疫不利呀，所以很多人准备撤退了。这是巧克力糖果，这是巧克力，比较有名的巧克力。糖果，所以它这个是比较
那比较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